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7号至8号在河南检查指导抗旱工作时指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促进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事关经济全局，意义重大。抗旱救灾工作不仅关系粮食安全，而且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旱区要把抗旱工作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抓紧抓好。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迄今已经有110天没有有效降水。7号上午，温家宝来到长葛市老城镇尹家塘村，他走进麦田，蹲下身拔起一棵麦苗查看苗情。温家宝说，今年大旱，我们不放心，来了解抗旱情况，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他对村民们说，我相信啊，措施到位之后会见到效果的，但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咱们农民，大家要有抗旱保丰收的这样一个信心，能够浇上水的地方尽量包产，不能够浇到水的地方也要千方百计减少损失，伤情苗情好的地区还要设法增产。7号下午，温家宝来到禹州市方岗乡杨北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正同当地群众一起利用各种设施浇水保苗。温家宝让司机停车走过去，勉励大家共同努力克服旱灾带来的困难。他说，现在我们要靠自己想方设法浇水，能多保一棵苗就多保一棵苗，还要把秋季作物搞好，把多种经营搞好，千方百计增加其他收入。温家宝还在洪畅镇东高村的麦田里和群众一起拿起水管为麦田浇水。在郭连乡张建村，看到村民胡秋霞正在麦田里除草，温家宝接过他手中的铲子，在麦垄里熟练地铲起来。他说，中耕、施肥、除草、治虫这些工作一样也不能放松。胡秋霞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把麦子管好，争取今年丰收。7号晚，温家宝在禹州市主持召开了由农民和基层干部参加的抗旱工作座谈会。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温家宝指出，目前旱情还在发展，气象部门预报近期还没有大的有效降雨，抗旱保丰收困难很大，必须坚持不懈努力，不可有丝毫放松。第一，加强对抗旱救灾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到第一线直接指挥抗旱救灾工作，要建立抗旱的工作机制。在解决农业抗旱的同时，要重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不让一个村一户人家吃水发生困难。第二，保障抗旱资金和物资，尽快下拨抗旱资金，把对农民的各项补贴发到户，搞好化肥、农药、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购销调剂，确保市场供应。农民急需的抗旱机械要纳入农机补贴范围。第三，实行科学抗旱。第四，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是提高农业抗旱能力的根本之策。要加强控制性水源工程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灌区配套改造，大力推进节水灌溉。温家宝最后说，这次特大旱灾对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是一次考验，我们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力争下粮有个好收成。